这是我和长明老祖之间的对决。你的身份只不过是从我的管家变成了我的坐骑而已，快抓紧时间吧。驾。白琉璃，不死行不行？不行。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？我这个人从来就没有讲过道理。求仁得仁，死得其所，也是一桩美事。